最近，国家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促进小型客车租赁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这个文件实际上是出于国家交通整体发展利益做出的一种规划性文件。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以及汽车行业的火热发展，稍有资金的中国人都有条件买一辆车，而买车的潮流正在以喷涌式的速度向前发展。而这个过程必然对交通等行业造成影响。国家可能出于大局做出这样的规定，实际上是鼓励大家去租车，尽量能不买就不买。也许你会被国家这个政策所吸引，虽然现在小型客车租赁的业态发展还不成熟，租赁服务和设施也不健全，但是由于有国家的大力扶持，汽车租赁业务会得到很快发展。它的开发模式可能跟现在的共享自行车模式有相通之处。根据文件内容，我们看到国家对这方面改革的信心以及力度，新规考虑的非常全面。为了保障租赁汽车的安全性能和用户的合法权益，指导意见提出了规范租赁车辆管理、落实实名制插严制度等要求。为了鼓励租赁新业态的发展，新规将研究一套合适的车辆投放机制，给予小型微客一定的市场开拓空间，比如容许各大车展留出给予租赁型汽车的空间，同时加强安全防护措施，加快推进相关的制度标准。这套方案可能基于一种可行性方案的基础而推出，很快会付诸实践。